刺龙。设计的，他在一个很牛逼的设计学院里面。啊，对啊，就那个很稳呐、啊。你知道吗？暴云队对他是最没有信心，结果他居然赢了，而且是那种压倒性的。很好看，你回去可以看一下。暴云队的选手我都觉得，本来我也是最不看好暴云队的，我最喜欢就是水哥队的。水哥队的这一周就开始比他跟王峰对比。但是我还是看好水哥队。那个水哥还是挺厉害的啊、哦嗯。他好像是队长的队长吧？那些人真的是。还要下。电影院是几楼呢？四楼还是？五楼。有几楼？四楼，不对，要去四楼。没事，去四楼，从海底捞那个中间那条路走过去，然后再上五楼。为什么不能直接去五楼？好像没有直接五楼的。那哪里不是有吗？不是，没有直接五楼去电影院的。我们这边是 B 区，那边是 A 区，哎，反正就是不同的区，具体哪一区我不知道。那就从海底捞那边走过去，反正都是要走过去的。一楼。直梦发红包也没有了，我靠，这个人也是逗，他自己发了个50块自己抢，反正这个群也没有什么人会那么积极的在。什么群？直梦啊。是啊。战队下来，战队群。那群是挺活跃的。睡牢。Cornell with the Yuto World Trade Center Mall in B zone, B in B zone, B tower, and this is very busy because each point of elevator they have only one. Here and a basement three.Or floor minus three. On the first floor. Yeah, 哪里那么远？几楼？嗯。负三。